我是对他一见钟情吗？我不知道他对我一见钟情吗？我忘记了啦，太久了。如此腼腆害羞的模样，就是郭彦均当初最爱的那个女孩。24岁那一年，在朋友的介绍下，他认识了小他5岁的陈伟山。他不是话多的人，可是你可以跟他感觉到，你跟他在一起，你可以得到他完完全的信任。接下来就是你做什么事情，他会完完全的支持。后来，即使郭彦均出道变成一个偶像歌手，陈伟山也甘愿被藏在幕后，当一个默默守护他的小女人。我真的找不到老婆的缺点。真的有个缺点，我在拍戏，他在那边等我8小时，一见面跟我说你要不要赶快回家睡觉，明天还要拍戏。他不是像一般的很多女生说，拜托你干嘛那么早叫我来啊，然后等那么久早都不要来了。两人低调的爱情长跑10年后，这段恋情才在结婚当天浮出台面。恭喜彦均和伟山，好吗？3、2、1，干杯。我们很知道我们喜欢的是原来的自己，就是当初遇到他的那个人，就是不会因为他怎么样而改变，我也没有变。你看你看，哎，你们跟大家说嗨。半年前，郭彦均一家三口才刚入住位在新店的55平新家，房子登记在老婆名下。他都给了，把他人生给我了，我给他的钱都太少了，都算太少了。Welcome， 圆圆的房间。因为郭彦均从小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，所以他特别帮女儿打造一个小小的快乐天地。跑道是我的，我想的。他喜欢的。因为我是田径队的，我就觉得应该要放个跑道在里面。每一个阶段，我其实很满足，我很满足。你说接下来我目标是什么？我不知道我目标是什么。啊，接下来你有没有人生规划？我没有什么规划，我只希望说他可以跟着我一起。过每一天，我们人生只有30000多天而已，我们现在可能已经过完一半了，还不包括意外，所以要好好的相处每一天，我觉得比较重要。夜一下，好 kiss 一下 ，kiss， 你看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？有看到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好亮，好亮哦。